低消五百，他才给你两块，他是完全。那也算是有优惠啊。你没有卡吗？还有空的，都四十六消费啊。那你一定是喝醉啊。因为每次讲的都会很严重，哇，有优惠，天崩地裂，不是，就讲的哇，天要塌下来喽，大家就真的要不能听话了，哇，哇，哇。